See you， 嘿，姐妹们早上好呀！我不签了，苏州今天又要下雨，哇，光好爆啊！阻挡我的美光，我不退。苏州已经连续下了一个礼拜了，可能到了梅雨季。不是，在我印象里，梅雨季不是五六月份吗？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，给大家一个特别好吃。鲜炖糕你没有吃过吗？巨好吃，真的巨无敌好吃！我把它安利给了我身边所有的姐妹，他们有些人不爱它呀。你们想一下，第一糖一油还不加防腐剂，买回来之后放在微波炉里真的是很费事哟。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下吃鲜肉糕，好，开始喽！太香了，我的妈！来一个，来一个老片，里面是豆沙、麻薯跟蛋黄，这个一下真的太好吃了。那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吧。开玩笑，视频还没开始，我真的是很想每一周都跟你们做好物分享，我发誓，真的，我每一周都想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去阻挠我，还你们花钱，那我攒一攒啊，发现我做视频太强了吧，东西太多了吧，都给我发两期了，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努努力，少说一点，我信你个鬼。就给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极度喜爱的东西，第一个 iPhone 我已经分享完，就是我的鲜豆糕，第二个呢？这个耳环收纳袋可以用来放项链，特别好用，而且是透明的，你一眼就能看里面放的是什么耳饰。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买耳饰啊、项链啊这些奇七八八、奇奇怪怪，用我妈的话说就是浪费钱的东西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买。可是南方这个天气你也知道，我真的很潮，特别是最近这种季节，这种饰品如果保养的不好，你沾上一点汗、沾上一点水，或者你放在空气当中，它太潮了，它就会被氧化，变成一种很奇怪的颜色。然后我就买了很多这样子的袋子，它是有自封性的。上面有一根自封条，把它装进去之后封起来，哇，好用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觉得这种袋子它比盒子啊架子啊节省空间多了，那种看起来就非常华丽。我之前有些买过，但是后来发现它很方便，而且非常影响首饰的使用寿命，也就是拍拍照很好看，别人一无是处。哎，今天晚上浪费钱啊，还是这个几毛钱这个袋子好用。我买了100多，才10块钱。然后是植村秀的这个气垫，我最近超爱用这一台，对我皮肤其实一直还蛮好的。然后大家可能都习惯了，就没有人再像以前一样问我说，你皮肤怎么那么好，你怎么保养的，用什么底妆？时隔大概半年了吧，终于在我第一次用这个气垫的时候，又有人问我了。它出来的那种妆效就像是用粉底液打出来的底妆一样，很贴很贴的。看它出来的那种妆感，就是有一点哑光，就带有一点水光。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，但是我最近很迷这种妆效。然后你再用粉粉这样轻轻定一下妆，你整个脸的那种光泽感就很好看的，但又不是那种韩式水光肌很油的感觉，就觉得你的妆面看起来很高级。就是完全没有遮瑕的状态，我觉得它的遮瑕能力还 OK。 还有就是它真的很持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气垫的持妆能力可以那么久。我上一次在直播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气垫，大概是早上10点钟上的妆，过完之后是晚上8点9点到家，它那个妆面真的非常完好，我当时都呆了。我在想这个气垫为什么就一定要搞不懂里面的鬼啊，骗人的鬼。评分来说还比实心垫准。这个糟老头挺坏的哈。第三个等我，这种白色的眼线笔，这个名字说出来我也没怎么听过，但是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很便宜，就几块钱一支，下眼有神器的，画完眼妆之后，放在下眼睑的这个位置，会让你的眼睛就是有那种放大，而且你的眼睛会看起来很清澈、很干净的感觉，特别的无敌简单，好心机。现在大家再不心机一点，2020年都快过去了，怎么找对象啊？下眼睑画一画，男朋友马上有了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加自然一点的感觉，可以买肉色的，肉色会比白色的就更自然一点。但是我觉得白色的放大效果是可以的。下一个 DUP 的假睫毛胶水，这个我已经买了很多很多年了，就是我试过无数的假睫毛胶水，最后回归的还是它。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它的话，就是防水、防汗、速干、隐形、持久。而且它这个是以医疗用的绷带胶水为原料的，所以你就算是一个敏感皮的话，也可以用它。很多胶水不是它虽然粘性好，但是你用了之后眼睛会很红很痒嘛，就完全不会。而且它可以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贴假睫毛的时候，你贴上去之后眼头不是很容易胶水没粘匀翘起来吗？它这个可以再往上刷，不会结成一大块，真的很实用，对吧？我最开始买它也是我的化妆师朋友给我安利的，就他用了这么多假睫毛胶水之后觉得最好用，而且它刚涂在睫毛上面的时候它是有颜色的，然后你们等一下，它就会变成无色透明。这块它就变成透明的了，戴眼镜这样子就不会有很明显的一块假睫毛的那个印子，那个真的很尴尬。下一个口红雨衣，这个我应该之前就是随口给大家在直播的时候安利过，我一直用的都是高科这个牌子，它就像是一个唇蜜一样，是这种有一点点啫喱质地的，挤出来之后自己抹在嘴巴上面，最好是用棉签啊，比较懒，不想去拿。它分两种质地，有哑光感的跟水光感的，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。买水光感的，它干了之后就像这个镜面唇釉一样，给你看看。神奇之处，除了等它干了之后，
一点口红都不掉的。但是它这个只是防你们平时什么说话呀、喝水呀，或者吃小零食。你要是去吃什么火锅啊、炒菜啊，肯定还是会掉的。最后一个，我去厕所了。这个发膜，这个都给我安排上啊！这个真的一定要全，就好用到我说。它这个其实是发膜加蒸汽帽，上面一层是发膜，下面一个是蒸汽帽，源头就是擦干抹上发膜，戴上这个帽子，五秒钟之后就会开始发热。华西生物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做玻尿酸很出名的那个。这个发膜里面有三种专利透明质酸跟15种修复氨基酸，用完它之后，你真的就像是给你的头发打了玻尿酸一样，超级超级顺滑的。平时像我一样爱染发、爱烫发、爱折腾头发姐妹，或者说你本身头发就很粗糙姐妹，你都可以试一下，20块钱不到，给你在理发店做500块钱那种发膜的体验，不过这个不算我在打广告，但是真的很好，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。下一个就是我用的舒玛这个，它其实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抽屉，你东西放东西，它可以这样收起来。我的呢，可以把它扯出来。很适合像我收纳一些这种小发圈啊，什么蝴蝶结啊、发箍。之前我没有买这个的时候，这里面真的很乱，买了之后就很整齐，我可以快速的找到每一个我想用的发圈。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东西，就是这一个，它有一点像那种乐高的小积木，但是我在1688上面买的，7块钱还是8块钱一个，很便宜。我是一个很喜欢搞这种什么手工啊，这种奇奇怪怪小玩意儿的人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没事的时候在家里上上的时间挺好的。它是这样子的。一小包的在里面，拎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就是我平板。大家好，我是潘老师，你们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。小果喊你来花钱就到这儿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分享的话，记得评论里面告诉我。之后的每一周呢，我都会尽量给大家出一些我的购物小分享，喊你来花钱。你们最近有买到什么好东西吗？评论里面大家一起种种草。记得转发、评论、点赞，爱你们。